鱼呀、啊，哦，出来的滴答滴答。第二天没一个客人穿运动鞋、皮鞋的，全部都是通通穿拖鞋了、啊。因为下雨那么大，去哪里拿个雨伞？我一天都换两套衣服啊。但是啊，这个礼拜的天气很好啦，但是我们到最后一天走了，还有一个逛海口的老街啊。因为我们最后一天16号的话，不是7点钟的飞机还有一天时间嘛，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是飞禽公园啊，参观我们的鸟啊，这个鸟人鸟表演啦 啊，看一下我们一个最后就靠那个什么海马多尔兹哦，它真的有那个水平啊，你都不想买呀、啊？说到你那心动起来，那个人民币一张一张这样就跑，不要去巴黎了。如果我们朋友啊在一起，一家人要合影的，两夫妻要拍照，而且整团要拍一个团体照，我会找两三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、比较漂亮的地方给你们整团合影。啊，家庭式的可以请我们刘小姐，我们领队请小美团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哈，刘小姐的，老客也是算朋友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出来每天就开开心心的出门，开开心玩一天，然后晚上平安顺利回到我们的酒店就好，知道吗？来，我看到很多人了，在。从东那边出来呀，就多出了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从海口到三亚要记得一下路线。我们到第一个时候，如果要想上洗手间的朋友，那我们哈、哦、下车左边往里面走，不去的就前面找个凉快的地方稍微等一下，然后人到齐我们再一起走哈、哦。上完洗手间马上要返回来入口哈。啊，你翘在壁了哈，对不起，要在壁。在昆明游玩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摄影师给大家抓拍一些照片，先打印出来。如果昆明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自愿的购买做个纪念。我们的游览时间是1个小时。来，报道台湾雄狮的贵宾，有榕树的地方就有鸟。来，我们台湾雄狮的朋友，来看一下这一种。这种嘛，它叫奔凶草雀，又名珍珠鸟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上面，在这里，阳光反光，啊，对。它的这个体积很小的，我跟你说，它找老婆的聪明的。那如果你给那个算命先生意思意思的话，他就给你意思意思喽。就是说钱到位的话，上上签有智啊。对啊，骗人。集体分享，来，工作人员那边有鸟食，大家可以领一点在手上，我们是不收费的，不收费的。来，你那边玩。好，我们先听一听啊，有两只的，你看到今天很高兴看到朋友们来了啊。来，各位贵宾，我们可以保持安静一下。Hello， 大哥。往这边来一下，好吧？啊，来来，妈妈，你看我们的公主达发财来着哈，那这个更为牛了哈，这个呢是挺有特色的，它是背唐诗的。来，床前明月光。床前月光。OK， 奖励一下，你看要吃橙子，吃了一下呢，偶尔呢还要喝口水润润喉啊。来，再来一句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看到没有？大家看一下，我手上的虫子已经没有了，他知道没有了，他就跟我们大家说拜拜。哎，我只记得这7、8种了。好，来这边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要进入到的呢是鹦鹉广场。全世界里有鹦鹉325种，加上亚种跟人工培育的有600多种。那么我们景区呢，一共收集了30种700多只各色的鹦鹉。我们接下来呢，里面去跟他们聊一聊。如果有大家手上飞到爱情鸟，就是那个绿颜色的，还有那个灰颜色的，那个是爱情跟财运。
看一看谁能财色双收。如果飞到头上的，不要把它赶走，那个是鸿运当头，买张乐透。把手伸起，举高了啊，朋友们啊！把手伸起，举高了啊，朋友们啊！举高。我求这位先生，我再去算。建龙塔，香，它这个羊就是农村呐、啊，真的在山上放的羊啊，才好吃。主要是来吃那个羊肉，不是吃那个黄金。但是呢，市场上很少看到这种羊了、啊，但是饲料养的羊比较多，所以它的羊肉没有什么骚味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怕骚味不吃，就到那里扒了，说我也吃，你也吃。对，它按人头，把人的分量来算。不会吗？有大锅，要放上这个吗？
开发的一个路线。以前步行的话啊，吉林看，差不多有一半的。今天太阳比较大一点，比较热一点，是要走一个多小时吧。但是我们走的路线和坐车的路线不一样，走路不能去那个坐车的路线，路线就整个园区都要走完，大概就是35到40分钟内，就可以走进去。摩萨林子在几万？六块啦吼。哎呦，阿姐，两块就蛮多啊钱。啊，你起码，你起码迄个迄清清菜菜迄个景点，起码景点有够贵，迄一日去拢百。对啦，这边有漂亮多了。我再来给你啦，哎呀。菜别上。这边1234。拿起来都漂亮多了哦。都漂亮。嗯。等一下晒黑就漂亮了。那么途中景色好的地方呢，漂亮的地方我们会停车，让你们照照相啊。喜欢照相的朋友呢，把相机从右边的李哥，有个黑色铁管车的那个也是一个，用你木鱼，对，他的新材啊，做家具非常好，纹理很漂亮。用那个搞家具的，然后现在这个没有成材的树，因为这个树要成材啊，要起码到100-200年。左边来看到槟榔树。这个台湾很多、台湾比这个还漂亮。台湾啊，台湾呢，台湾台湾你从今天开始少吃一点，少花一点。哦，那自由行一开放你跟着我走。好别想那人家的一颗，我们这边卖一颗槟榔就是1块钱，这颗这家的哈、台湾的不一样了，100人民币看两粒呀、到我们的接待部去品尝这道菜。看看树上紫绿，几块？给你吃的糖果还小啊，还要长得这么大。还有菠萝饼。右边呢，可以看见神秘果树，看到它这个三个小灌木，非常神奇哦，它这个果实啊，像枸杞一样红色，现在没有了啊。蛇也不能接，果实女性。不是，就是用它的繁殖组织通过那个箭头上面来狩猎。不过猎物呢，主虫是可以吃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自由拍照哈。这个是菠萝蜜啊。这个你们台湾也有吧？所以一般都不用这种，最好的品种是这种中立种咖啡。小颗的。我们当地兴隆咖啡就是用这种。这是饲料这种咖啡呢，含咖啡因低，味道香浓啊。等一下你们可以聊味道。胡椒能健胃暖胃驱寒的。黑色的胡椒呢，一般在我们这里呢，就是不成熟的或落地的，剪来晒干，就是黑胡椒。像胡椒啊，它的胡椒的根还是很好的，比较粗的这个。它是一只一只的嘛，对不对？每年开一次这个亚洲论坛经济交流，会去拿这个成品。它成品是不是一只一只的这样？它也可以做个曲奇，它在加工它。它这些呢，或者你紧张这个野生的。陈建龙就在问，什么苦丁茶苦丁，哇塞，我不要。这个对症。啊，一共这都是苦丁茶。不是说你喝了，主要的呢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说。我正常的呢，一个星期喝上2-3杯，对身体有好处，通便啊，解毒啊，降火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到时间那边去？
啊，这里雅莲真的是真功夫了啦。好的团，你看我们今天在那个吃羊肉火锅两团要想插进去，那个是要带好。你们那个证件啊、护照啊这些翻报的时候没拿出来过吧？哦，一定要看一下，老表啊。市区里面呢，找景点的话也不远啊、哦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的话，明天的话时间也宽松，然后吃海鲜餐就慢慢吃。今天先吃剁椒鱼头啊、哦，我们上二楼。可以哈，你们呢？记一下我的手机号。